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距离音响。那么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这个法国最棒的喇叭 Focal。Focal 这喇叭已经40多年了，大家对它耳熟能详，众所皆知。各大社团、杂志、评论都有在说 Focal。Focal 什么来头呢？它以前就是法国原装进口，一直做。由它的这个皮高音啊，以及它的这个振膜很轻巧啊，具有弹性，用这个声音组出它很好的扬声器，然后搭配出一个很好的音乐给各位聆听。当然就受到全球的热爱。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它的次级键，叫做 Supra 的等级。那这是它的 N2。是它的落地型喇叭。那么为什么我会挑选这一款呢？上面有比较高级的乌托邦，当然乌托邦比较大，可能就是占比较大的坪数，可能有的客厅没有那么大的空间，就会想说，这一款喇叭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当然它的系列有很多种，它有比较便宜的系列。但是便宜的系列就不是用到这个振膜了，对，就少了一点它的这个原汁原味的法国美声，就缺了一点点。当然，这款 CP 值就是我目前最推荐的。为什么最推荐？因为它就用到旗舰的振膜，以及它最经典的皮高音。我帮各位科普一下啦，那个皮高音啊，是每一克比钻石贵32倍，比钻石还稀有。你知道外面做皮高音的厂牌很少，最早用到皮高音的技术其实就是 Focal 喇叭。从 Focal 喇叭开始制作，就是可以说是皮高音的始祖，让大家就是趋之若鹜。有的厂牌就会开始效仿这个皮高音的制作，但其实 Focal 才是最原汁原味。那么我们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单体的部分呢？它其实在箱体的设计啊，以及结构上就有一个很用心的点，我大略的跟各位说明介绍一下。它的箱体呢，也是使用分层式的三明治结构，这边一层，这边其实是独立一层的，然后这边高音的部分黑色一带，它是一个扇形的结构，它后面有网罩，它其实是会把声波往后释放出去的，来减少声音的干扰。那么低音的部分，它就是下面这边有一节，它会往下打出去，它底下是有这个低音反射孔在底部的。那么，最底下这边你会想是装饰品，no， 它是这个是强化玻璃 ，Focal 自己去独特制造的。对，而强化玻璃旁边这个就是脚钉，如果说你有的空间要搭配空间去调整的话。这个脚钉就可以推出来，让它去做一个调整，便利性很好。那可能大家从侧面看就会很明显看出来，它有一点不一样的结构。它为什么是有一点凹进去的呢？这就是它的一点点的它的独家技术。对，它的独家技术就是所谓的聚焦 ，focus time。叫点音源的技术，点音源技术是怎么样呢？高音速度快，低音速度慢，所以你在一个平面上，一个快一个慢，所以导致声音不会同时到达你的耳朵，没错，那 Focal 就是想要改善这个问题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让慢的东西靠近你一点，快的东西离你远一点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声音就可以同时的抵达到你的耳朵。Focal 就是以科学的方式去计算，这样的比例是最可以符合大多数人的聆听的空间以及聆听的习惯，就打造出了这个系列叫 Supra 系列，就完美的呈现出法国目前最经典的美声。那讲这么多，还没跟各位介绍到它的尺寸，它的尺寸这个是一寸的皮高音。6.5寸的 W 纤维振膜，然后这是7寸两颗的单体，
用料很实在啦，这个扎实度都是没话讲，都是法国原装的。那当然箱体也是非常下功夫的木材，它是用勃艮第的橡木去打造，法国这个100%原装的经典喇叭。那接下来就播一段音乐给各位参考一下。听到很美好的这个 double bass 以及这个钢琴的键盘声啊，这个女爵士的人声都是非常的生活，很有活跃感。对，当然 ，Focal 喇叭在全球就是热卖多年，它演变到现在已经40年了，它的技术非常的成熟。对，那么它现在其实它外观上已经是跟那个法国的设计公司去合作。是赫赫有名的品牌。那大家会想说，现在的喇叭，其实跟以前的喇叭完全的那种形状啊，那种带给人感觉完全不一样，会不会声音不好？其实不会。现在的法国喇叭呢，都是注重美观。他们是喇叭公司，同时间他们又找了一个设计公司一同去参与设计。保持在有好生意的情况，也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外观，让你在不管是听的时候或看的时候都能够很满足，这就是法国的用心。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法拉利橘呢，是它的配色之一，当然它还有其他6种配色，木纹啊以及其他的素面钢烤都有非常多的选择，当然都可以让我们的距离门市来试听看看，我们现在都会常态性的摆在门市做陈列，都可以来据理听听，来找我们讨论一下你的居家环境要怎么去使用搭配，我们都会帮你一一解答。对，欢迎来电，也可以私讯我们粉丝团来跟我们预约了解 Focal 的经典美声，谢谢。